想对 SBM 考生说几句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ss Cindy。So 多几天呢，大家就要考 SBM 了。So 我也知道你们一定很担心、很紧张。但是这边 Miss Cindy 想跟大家说，不要紧张，正常的去发挥出来，把你所学的东西运用出来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加油！记得准备好你的文具，带好你的计算机，带好你的 IC， 你的考试 slip 进考场。OK， 你一定可以。加油！你以为结束了吗？看下去吧。